骄傲的。OK， 三个是我身上的 rich red 双红色。有两个尺寸吗？啊，我卡机了，我要你的电脑。装红和 charcoal gray 是不是？哪个是 charcoal gray？ 啊 ，sorry， charcoal gray 和 olive color 会比较小啊。OK， 这两个色的尺寸稍微小一个两个 centimeter， 可是基本上两个三个色助理一样都是穿得到 M 的。OK， HDQ 30价钱是80。OK， olive 这个是 olive color 啊，这个 charcoal gray。这两个色的尺寸会小一个两个 centimeter， 助理一样是穿得到 M， 可是就是会比较贴身。我身上穿的是这个是砖红色 bricks red 三个色 ，OK， 或是 HDQ 30。先看它的款式先啊。西装布面料有弹性，它前面就是这样子 square 的 ，OK， 前面就是这样子 square 的一个小 V， 然后袖子这边是这样子规律的。桌折公主袖桌折，隐藏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啦，一样啦哈。腰围这边是这样子大片的，然后这边一样是有这样子的折。OK， 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我要三个色都是穿得到 S 的。OK， 助理这一件虽然说 olive 和 charcoal gray 的 cutting 比较小，可是三个色助理一样是穿得到 S。对呀、啊，不用怕。不用怕说翻，它这边这样子 square 那会走光之类是不会啊，它是 hold 在那边刚刚好，挺在那边刚刚好的，不用怕会走光啊，是不会的。OK， 我要出来给你们，助理出来给你们看一下。我穿这个 olive 跟这个 gray 啊是比较贴身的哈，能接受贴身的话，你们再带左 M， 不然的话你们要拿到一个 size L 啊。那么红色的话就是我的尺寸啦，可以上围94，然后腰是78，对了，所以说如果是说红色来讲，就是比我现在穿会有空间。现在基本上我的上围跟腰都没有空间了的话，因为是86跟76的关系，所以说能接受贴身，你们就可以带走 M， 不然的话你们需要拿到一个 size for charcoal gray 跟我身上的 olive 这两个色。 OK，身高160穿起来整体是乞丐以下也是不会太短哈、啊，这个长度显瘦的话只是说这两个色都有显瘦的效果啦，当然说比较亮色的话可以考虑就是主播身上的那个砖红色。 OK， 三个色我穿着 M。 OK， 我是穿着 S 啊，阿妈三个色里面这个砖红跟我们星期二那天那个砖红也是一样的那一个颜色来的，袖子的公主袖桌子是规律的。 OK， 我去换成 charcoal gray 给你们看，两个显瘦的颜色啊，就是像刚才助理讲的 charcoal gray 和 olive 都会有显瘦的那个效果。OK， 那这家是没有猫是吧？这不是还猫是吧？这是拿走，拿错了。来，拿这个来。这个之前是完全没有过的哈。基本上穿在我身上是比较 fitting 的，就对，可是不会它是贴，可是不会说不舒服之类的。 OK， 我身上穿的 charcoal gray， 这个 charcoal gray 它有点带蓝这样子，带青灰这样子，可是有些人又认为它不是灰啊。 OK， 它是more toward灰色，可是带一点青这样子的灰。 OK， 三个色有口袋啊，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隐藏拉链是在后面，下摆它是属于大 A 小 flare 的裁剪，它穿的很显瘦，是因为它上围这边这一个是大片这样子的，所以它很修复的那一个效果，不用怕会走光，它的 square 是刚刚好，你不用怕这样子铺下去它会
就是会总翻衣领，衣口这边会翻，这边是不会啊，它是 hold 在那边，挺在那一边的就对了。OK， 想要显瘦，不想有之前有买过这个 olive 这样子 olive color 的，你想要显瘦，你也比较显瘦来比较亮的颜色，带着我身上这个 charcoal gray。OK， 我去换 olive color 给你们看先。所以说显瘦的颜色可以选择两个 ，OK， charcoal 跟 olive， 显比较亮的颜色，也属于三个色里面会比较显白的颜色，你们就可以考虑带有 rich red， OK， 这个色基本上三个色里面它是会显白，然后呢是属于比较出色的颜色哈。我穿这个的话，肯定没有来现在这个的 olive 这么贴啊，因为这个 cutting 是稍微比较大一个二 cm 哈。所以说能接受贴身 olive 跟 charcoal gray 跟我的 size 一样，可以选择带一种 M 是贴的哈，上围跟腰都贴哦。这个的话就是刚刚好我的尺寸拉伸还有多个二 cm 哈。就说如果你们是不能接受贴身的哈，olive 跟 charcoal gray 建议你们带走 L 哈。所以下单请检查好尺寸 ，OK？ 还没有下单之前看好尺寸，你要的尺寸和 size 啊，不要下单了之后又开始。星期二那些有些顾客就是这样子，下单了在直播跟人家一起抢，抢了之后说，哎，我不是锁单啊，因为我穿不到啊。其实我们每一个款式啊，我们介绍的时候，我们都有拼在尺寸在那边啊，所以看好你要的尺寸才下单。OK， 我现在身上换了 olive color 三个色，西装布面料有弹性的，这个是这个厂家惯用的西装布面料有弹性的。OK， 上围就是这样子 square 的，衣领这边这样子 square， 公主袖桌子是瑰丽的公主袖桌子，有拉链，隐藏拉链是在后面。加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看好尺寸的啊！这个装红色呢，就是助理的尺寸 M size， 它就是这两个色 charcoal gray 和 olive color 的尺寸稍微会比较小一个两个 centimeter 啊，装红就是比较 standard， 就是助理的尺寸78。虽然说上这两个色尺寸比较小，可是助理一样是穿得到 M 的，只是前提是必须要可以接受贴身。对啦，三个色。charcoal gray olive 加装红色 ，OK， 没有那我就换下一个款。这么没有的，真香。快点，快点，我等他。OK， 这个没有十分钟，不行。